后期圈型是关键圈给到了北部那一波。我 USG 还在涨势。我有哎呦呵，哎呀，他感觉自己已经行了，他因为之前打过人了，你看这没点残血呀，是吧？他没有枪，就对方捡了一个幺八尺，他把大炮扔地上了，应该是哦不错的枪。金龙光三斗车先接一个，长龙不分啊，先转头就溜。这波埋的好啊，还是很理智的奸计。哎，别 USG 看看拿什么点啊？主要是天路拿了一个火力车，哇、啊，关键直接补掉。那天际是接连的了，近点两边都没有倒人。牛海比逮到了，这是谁？小唐。这个时候就拉开阵势开打。DK 可能没想到达拉玛在房间里面人很多的，是的，这波先跑在里面人很多，哎，但是被放倒了一个首尔，首尔在另外一边是被 BGB 跳二的给放倒了，是的。蓝布这两枪有点，有点太准了，哦，然后刚才 DK 倒那个人是被匆匆补掉了分数啊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打过那种纯粹的正面团战是。好，这个房间先打他抖的意思啊。另外一头的话 ，BGP 和 Pearl 的这个战斗终于是出发了，先打了一个，这边找过点，但是由于前点人数不足了，外面换了喷子 ，GBL 在这一波的一个近点冲房当中是没房子里面全是雾啊，这个平房太好排了，两个闪就排完了。哎，喷中了一枪，你看这一颗闪直接往外踢。哎呀，身位太大了。而另外这边的话 ，Form 直接开了一辆小巴士撞到 FTY 的房去，不断的拿闪去排位置。龙特这个火攻的好啊！先打一个，旺仔又打一个，哇，这个死亡枪线夹角，死亡双架啊，是拿到了不错的回报。那十七来到了豪宅 ，DK 和达拉瓦还没有打完，十七来了哦，这边 BGP 也来了，参与战斗 FTY。刚才也被淘汰，但负 M 的话，这也快没了呀，只剩一个了，二打一能不能打？手喷，喷一个，血量太低了呀，有机会吧？对面人手喷，宋江干嘛？你想，哇塞，这个枪有点离谱，这个距离。好，回到豪宅的这波战斗，十七的话占据了一楼。十七的防站。这个闪直接往回退，哦，小鬼这个位置没人帮他补枪的，好像。天霸也来了，都想换分，但是 Fox 发现了其实一个位置，打了一个推销，直接往二楼灌雷，这个雷没捏。啊，实际臭，没打过这点刺激一。对。哇塞，不是背了个闪，但是补枪很快，哎呦，啊、小北跟小鬼两个人一块。哎呦，打打我在这里面待了太久了，太难打了呀！直接进来，所有的信息都要重新再摸一遍。是，打倒了每一个人，信息都不要。那 PU 只剩自己了，这边人还是比较多的。哎呦 ，GFI 出手，最后这里无人生还。但最后几杀还是跳到 BGP 账上了 ，BGP 这把。还是拿到了一个很平均的分数的，拿到了七分。人马只是个独狼，而且他的位置很差。哦 ，DK 出来之后要打 GS 这边已经打了一波一换一，但是蓝圈已经到了。DK 这能走得出来吗？哇，人马还能混，手里还有两颗雷。牛 happy 顶不住了呀，牛 happy 就这两兄弟这个位置也是很尴尬，周边枪线很多。这难道今天两个 GS 的人？哦 ，GS 刚才虽然有点危险，不过进来了。对面协同有协同的对面，我这个闪也到位。哇，没办法呀，这波。
哦 UST 这个人是在车上被打下来的吗？啊 UST 还有一个独狼，如果被淘汰的话场面就是三个满编队，天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区，而且这个圈型 GFY 没有特别好的位置，他可能要考虑有可能要撞是吧？对，有可能要撞的，他有可能要撞的。杰克把人扶起来，一直保持满编，这波能先放到一个吗？阿姆闪现过来试一试，哎，敌人没有扛住，贴浅了。Summer 是个坦克啊，他先帮队友吸引了第一波杀，然后队友两个人贴过去了，那情况有点不好说了。小鹏占据了一个位置啊。我刚才看萨萨已经是没雷了，手里是没雷了。两边想一起上。时间啊，做相关互动了，直接贴到他。这一波杀到没看，但底下也是一换一，匆匆108把小鹏给炸倒了。这一波 GX 也加入了乱战当中。GF 还是被淘汰了，但这一波算是打得比较快的了。天路击倒比较难顶，对面雷来了呀，要躲好啊。哎，小杨侧身还是被摸了，一点火力就是匆匆了，很难顶啊。那这波打成了之后，那没办法了，这个地方被打了，那就剩最后一个加枪位了。尽力了，真的 GS 是